弟兄姊妹，今生的盼望系列今日的主题就是盼望是信心的前望。信望爱当中，望就是信心的前望，特别关乎将来的事，由今生延伸到永恒。魔鬼会攻击我们今生的盼望，使我们没有心机。主看见前面的喜乐，使他能够忍受十架上最大的痛苦。有盼望是能够使我们喜乐，有喜乐我们先至会有力量。可以这样说，有盼望先至是完整的信心。嗱，我补充翻少少先，关于信望爱度。咁望咧就系信心嘅前望。嗱，譬如我信心咧会建筑喺主度啦，亦都建筑喺主咗作成嗰啲。嗱，譬如佢一次永垂制，使我咧就永远系义噶，永远完全啦，永远帮主系坐一天长。使我心能够释放，能够唔敢住罪。主我义噶，主阿爸佢系最欢迎我噶，最喜欢我啊，最问题已经解决晒 ，it's over， 最问题已经过去晒。今日神要我再理罪咁多，系要理主，你享受佢，因为罪问题已经解决咗，我冇资格理，亦都唔需要理，已经解决晒，我只要集中去主享受主自己。就想住依靠主，与主做个中心，唔系搞问题做，成日顾住搞问题。嗱，咁我信心就建筑喺主嘅作成噶，佢保佢功效，主讲嘅话啦，主自己身上。但望咧都可以话系运一样系要运信心噶，你唔运信心望下有盼望，但系望咧特别讲咧系将来嘅事。举例，嗱望一方面就是主翻嚟嗰啲，当然系将来噶啦，但系就今生啦。特别听日我唔知啊，一路咁系唔知，但系咧，我今生都应该有盼望啊。嗱，我信心延伸到我前面嘅日子，嗱呢啲好重要啊。因为如果你只系对过去有信心，对嚟紧嘅嘢你冇信心，嚟紧日子冇信心，你都唔系一个完全过紧信生活，你都唔系一个真正过信心嘅人，因为只系一橛，只系过去你相信，前面你冇信心。所以盼望已经重要，盼望就是你前面的日子全部关乎。圣经都要到我使我们对前面的日子，地上的全日子，一直到永恒都有信心。对主充满信心。所以圣经讲不少呢啲嘢噶，譬如话日子如何就力量也必如何。就使你唔好惊，将来话真系要殉道先，我顶得上俾人斩头，你唔使谂住。而家未到斩你头嘅时候，你即系神使俾你抵受斩头嘅力量啊！主话你唔好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佢喺度，佢帮我同在。嗱，所以先讲咗好多关张嘅事啊，佢话讲埋你年纪大嘅事，而家大家啊真系未好啊，十几十岁啊，但系反正你都会噶嘛。你再圣经真系盼望啲书啊，佢知道你会二十几就三十几，三十几就四十几，四十几又五十几，五十几六十几咁样去啊。佢知喎，谂佢要我哋，就算一千岁都有盼望啊！嗱，所以先讲嗰个不少，你年老发白，我都系怀差。年老时候结果子，二人攞黎明嘅光月照月明，照日午。佢使我哋人生全路程，唔单止将来啊，转翻嚟啊，充盼望。将来嗰啲咧，先讲太多啦。台魔佢好难熬你噶，因为讲得太犀利啦。主边度翻嚟？你睇世局使知噶，但紧要就是魔鬼就攻击你今生嘅盼望，因为点解咧？有好多未信嘅人，佢因为未信主，佢真系越大越差噶。当我年纪越大啦，越冇盼望，嗰啲冇用，退休啦。咁而今生盼望好紧要，因为今生盼望影响紧你今生生活。将来盼望影响紧你今生生活，主翻嚟嗰啲嘅真实嘅情况影响今生生活噶。但系你今生前面嘅日子，你点睇法？你有冇盼望？会影响你今日嘅生活。你今日喜唔喜乐？
嗱，真系太宝贵。嗱，主要睇到前面希律咧，佢就忍受咗，哇，咁厉害，咁厉害，苦难都食过晒。佢睇见系前面，主呢句话，前面嘅希律。咁主要佢充满信心，我对前面嗰种嘅喜乐啊，一定会噶。嗱，所以主要充满信心盼望，佢嘅信心系延伸到整个永世咁样。佢睇见佢前面嘅喜乐啊，佢忍受十二日苦难，胜过最难胜过噶，而且都充满到盼望。就系佢卅岁多啲死啦，佢都充满到盼望。佢冇话惨啦。他说成了不是惨了不是完了是成了胜利一生荣耀胜利有些人没有这么大的荣耀胜利但这个胜利主要是要信靠阿爸充满信心盼望走上去迎向十字架迎向人那些除掉他那盼望这位曾经过咗信心盼望主佢大爱手，唔系净系相信过去嘅事，唔系净系回忆过去嘅事，对前面嘅日子系充盼望，一生充盼望，呢好紧要。你谂下，咁大苦难都能忍受，咁所以只要盼望就大变喜乐啦。嗱，所以咧帮助你忍受最难嘅，无论系几难，十字架都可以经过。如果向神充满咗信心同盼望。我俾你睇到盼望重要性咯，所以特别要注睇佢前面喺度，所以盼望好重要。盼望就信心佢延伸直到永世十月，就是、信心嘅运用喺一路前面嘅字。咁盼望咧就带俾我哋使你个喜乐噶。有啲命令你唔先做咧系做唔到噶。嗱，譬如啦，圣话你要上喜乐，唔系讲完你就会咁就个人就不断喜乐噶。咁就简单啦。嗱，你未先行呢个常喜乐嘅命令咧，你要先行信心噶，梗系要。嗱，所以叫靠主喜乐。嗱，同埋咧，个信心都有埋前望先系整个信心嚟噶。如果唔系，你即系话可以话三分二一算佢啊，嗱，唔好咁计数噶。嗱，即系话你过去现在有信心，对将来冇信心。即系你未能过到盼望生活，你个人唔够喜乐，唔够过喜乐生活。有边个人冇心要喜乐噶？唉，真系我冇乜心机，我冇心机，我话真系好快乐，我冇心机啊！你有见到咁嘅人啊？我真系冇心机啊！真系想死，但好快乐啊！好快乐，好快乐！我真系，唉，我真系冇心机，好淡，好淡，好快乐，嗱，好快乐。冇咁事啊！我假讲句，你唔先有盼望，你冇盼有喜乐。你冇盼望已经系灰心，你喜咩乐啊？嗱，所以睇到盼望重要性啊！嗱，如果我哋冇盼望，我就冇办法喜乐。你冇喜乐有咩啊？有咩后果有？靠耶和华得喜乐系我嘅力量，咁你冇喜乐，你又冇力量啦。咁所以我喜乐好重要，因主喜乐，以神为乐。但如果你唔过盼望生活，嗱，将来日子你唔因就主为你所计划嘅将来日子，你对将来先唔够信靠佢，咁你就冇办法靠主喜乐。你即系靠以前咁，我以为过咗啦，已经成日根本都唔使靠唔靠啦，已经过咗，冇得变添。而家最而家靠，但对前面我。如果你都望埋喺度，我都一样噶。所以我唔单要打信心嘅仗，我打盼望嘅仗。呢、這个就是完整嘅信心嘅仗，包括人将来。始终你要打年纪嘅仗，我帮你讲啊。诶，玩大时咧，嗱，实年纪仗其中一种就系盼望嘅仗嚟。嗱，讲笑话啲，有啲可能你嘅年轻都要打，因为你身体太差，即系提早要打，提早中年危机，你可以得胜。同成长吧，前面乃是更美一程，人生千般是为人生高峰，你一生。都在他手，他已计划
全清所有，年青的一次只看见人生的一半，你一点不用害怕，哀求恩主受冤一生，体会他的计划多美善，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救。主啊，我愿穿看你整个完美计划，而人的路越照越明，直到辉煌人，直到辉煌。